M416 突击步枪的原型是什么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伟。很多人希望小伟再聊聊枪械的原型。OK， 今天开始继续来做各种枪械道具背后的故事。首先，第一集肯定是吃鸡中的人气王 M416 了。不啰嗦，我们直接开始。首先明确一点，现实中是没有叫 M416 的步枪的。其实官方改掉了它现实的名字。M416 的原型是一把叫 HK416 的德国突击步枪，被称为世界上最好的步枪之一。它是由赫克勒科赫以 HK736 突击步枪的气动系统，在 M16 系列卡宾枪的设计上重新改装而成，最早出现在2004年美国拉斯维加斯枪展上，当时命名为 HKM4 卡宾枪，直面意思就是 HK 公司的 M4 系列步枪。后来因为商标权益，被迫放弃了 HKM4 这个名称，而把这一系列产品改称为 HK416。其中的4大概是指 M4， 16大概是指 M16。虽然枪械优秀，但是还是承认源头出自 M16。在吃鸡中，官方给它起名叫 M416 步枪，也是为了惹上版权问题。因为当时吃鸡刚推出的时候是很穷的，这样可以少交一点钱。就给他起了一个完全不存在的名字 M416。 M416 在游戏中的表现就不用多说了吧，绝对是吃鸡第一梯队的武器。小伙伴们，下一期想看哪把枪的原型呢？好啦，我们下期见哦。